才。正是通过学习百家姓，让孩子们学会了汉字，也了解了姓氏，同时也传承了文化。接下来上场的《赵钱孙李》这个作品就源自百家姓，让我们有请八号作品《赵钱孙李》上场，由广东顺德小金凤艺术团选送。
好，谢谢孩子们，请各位评委打分。孩子们好。嗯，你们好。看刚才跳的那个舞啊，赵钱孙李，哎，我觉得还有点这个戏曲的味道在里边，而且你们也有了展示，那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再做几个戏曲里边的基本功的动作给大家看看？可以，真的练过。你先。嗯，哎呦，漂亮，双飞燕连着卧鱼。好，还有吗？来。还有吗？还有。慢慢摁呀，真了不起呀！我觉得在看你们表演的时候特别激动。你看你们这么点儿就有这么多的功夫，艺多不压身，还想表演啊？啊，艺多不压身，咱们慢慢学，坚持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看看孩子们的得分。好，现在我们还在评分，还在这个程序过程当中，一定是大家伙还想接着看你们再演几个，再演几个可能分儿就出来了。还有谁来？就准备了这些呀？嗯，来。我问问你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几岁了？十岁了。十岁，最小的呢？9岁多。九岁多呀，那练舞蹈九岁多，十岁，练舞蹈多长时间了？有6年了。哎呦，那你从3岁就开始了，差不多3、4岁吧哈。嗯，那觉得学舞蹈快乐吗？快乐。真的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幸福，我觉得跳舞让我感到非常开心。嗯，为什么开心啊？因为我们可以为了跳舞出国旅游啊，出国表演那些。比其他的小朋友更多的机会啊。好，来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得分。好，去掉一个最高分，96.00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91.00分。八号作品表演得分94.071分，祝贺你们。